可以用完它。头啊，身体啊，头还是身体啊？头太大，抓头过去哦。两只爪爪，啊，还压回去啊。从它抓不完了。吃不到。它就尾巴。哦，它尾巴是长大的，它肥一点。还是它的爪当狗？一只狗尾巴。还是它的头耳朵那边？猫跟耳朵那边。就翻不到咩？怎么啊？它的脚跟这个不同啊，是啊，很肥耶，有四条。嗯，还会滑一点，滑也不懂哎。那个不是应该给它剪耶？因为它你剪还可以抓。嗯。它圆圆，你看滑，它这个还可以。那个卡，我就是那个卡卡着它的。啊？那个卡在那边卡着。头啊。嗯。看那个鱼鱼也差不多可以了。没有，你至少要一个路给它出嘛。刚才弄不到，因为它挡着。你这样子夹不到东西。厚一点啊，厚一点，夹耳朵啊。你要夹什么？耳朵啊，皮卡丘的是什么？皮卡丘的耳朵啊，哟。啊，是啊。不懂可以没有？你要这样的耳朵这样小这样夹。看一下。啊？这个。那个太顶着，没有，它这个肥哦，它不像这个是。你有做嘛？啊，这个它可以卡爪，可以卡爪。啊。这边呢，它会转哦。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，里面一点，盒子里面。没有，你夹到那个板不用紧，你就是要夹它的板钩啊 ，take 出来的嘛。后面一点。过去一点，已经红，你这边看已经很后面了。这样子，我用一个啊。那它这样子会勾到，只是要厚一点。用一个来抓。啊，这样子。啊！你再拨一下就可以了。头啊还是什么？耶！它当这里出了啦，不灵了啦。嗯。再弯脚吃。没有死哎。不懂哎，可以拖到没有？慢慢弄，开始抓卡，抓卡。我弄它这个爪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抓卡，好处是可以。它会转的，不用紧。也没有转的。对。哟。难很难转，那波巴兽要出现了。嗯。那包不完了。喂。你都讲他挡住你踹他卡一下不？没有得出来啊？哦，一下吧，我又可以哦。他不给二十。他头哎？嗯。他头哎，现在头在外面了。对，等下。他那边有个洞，最重要要跑到后面去啊，不然。下吧。嗯，下吧。很肥啊，因为它脚，我觉得它是最肥的，
这个巧克力沙才一条这样才容易夹。嗯。嗯。哎呦哎呦，尾巴尾巴还可以，还有希望可以。对、嗯。啊，不要看你，已经很多字了啦，不错啦。有吗？没有了，还有卡，还有卡，还有卡出来。怎样？卡怎样？按哪？没有啊，他就啊，耶！把手。不要这个嘛，不要啦。那两只不要啦。你要 try put 它出来，你够钱没有？不要啦哦。嗯。我已玩八次这个房间了，不懂。我要讲完啦。爸爸说比较好啦、啊，很肥，爸爸说。他呀，他在脚啊，本来。好啦。嗯，还有。很肥。还是那个乌龟 ，Squidoy。还是你要拆别的台？他一转了，不用讲。哎、那卡哎，玩那个卡，那个卡。哎，还不进啊！哎呀，落去后面夹子啊！哦，四四方方夹子。不能去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浪费啊！不能夹了。嗯，不本身是夹后面那里还可以。哦，说。啊。啊。说它很肥耶，它后面还有一粒，它后面还有一粒，它后面还有一粒哦，说。简单单。猜哦，它是叫什么？它。它是唯一一个尾巴，嘴巴开开的。皮卡丘你拿出来啊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两只还在里面。嗯，你看先，不白色。它卡在后面那个卡。嗯，怎么有这样？花哦。嗯。还是不要了。等保夹嘞，哎，还有六次保夹。够钱没有？差不多啊。OK 咯。两只抓了，怎么样？哦。啊。他屁股哎，屁股会不会瘦一点？屁股在那里，下一点呐、啊，这就是。有脚啊、哦，那边呢、哦？嗯。难哦。我说你这个保夹要怎样保呢？就是说，好奇哦。你刚才那个位置 OK？ 嗯，这个啊。啊，过来一点，过去。再不懂，再过去一点。嗯，空了。说好要讲饱哎，这个。嗯，好像是是真的饱了，我有一次。try 要看他真的、嗯，看他真的会不会很有力，很有力，那个就会，不然的话真的很难那个。很滑哦，不能哦。怎样倒嘞？好奇，很好奇、哦。没有啊，真的来了三次哎。中间那个你的啊？嗯。哦，压哈，压给他躺过来。给他躺着，然后就架他冲头啊！讲的容易、啊，讲推。那好了，应该怎么
再后面一点，就你硬冲头，然后压下吧，因为这边一点，过去一点，那边，那边，再过去，啊，这后面后后后后后到这边，你看的角度没有啊？就压躺，给他躺这些呢，明白没有？收起来，做纪念啊你。一粒拿出来，嗯，要啦，一粒要啦，要啦，要啦，我做纪念。哦，深圳嘞，打洞啊，满满的，哎呦，塞着，塞不拉不出来。Oh no！ 三十都在那里，慢慢拿。太肥了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哎，不可以，不行。哪一个比较小的形状？一个贪心吗？哪一个会比较小？皮卡丘也是很大。是有绑到了前几次，你看。哎呦，你玩二十次了吗？不能呢。哦，没有。哦，好像是宝啊。太肥了，那是宝啊。慢慢拖，还是加卡？还是你要慢慢玩，给他标注。哎呦，真的靠！很肥啊！啊，不容易啊！卡，继续抓卡哇！啊。嗯